中暑。每年中暑的受害人较多。安全施工循环的章节里，我们提到了必须参加会议的要求。在会议上，不仅要聆听安全指示，工长还要观察大家的脸色和身体状况。如果看到眼睛发红，就要确认是否因为缺觉，有些酒味就要确认是否是隔日醉等。如果有这些状况，就很容易引起中暑，必须定期补充水分，而且不仅是水分，也要补充盐分，还必须设定时间，保证工间休息。安全要点：室外作业时，是否有遮阳设备？是否时常检测温度、湿度？是否时常补充水分、盐分、运动型饮料？是否时常观察作业人员的健康状态？作业人员是否适时休息？